好多雕像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正好是世界杯在播，哪个队跟哪个队来着？然后我们坐的这个位置就是 perfect， 直接可以看到队过的大屏幕。队过时不时的会传来尖叫。OK， 我们已经上了两道菜了，先来看前菜吧。前菜就是蜗牛。长得跟海螺真是挺像，然后还有 beef tartar 跟 French fries， 不知道这个一坨生肉吃下去什么感觉。还有一道就是鸭腿，就叫 duck confit， 还有那个土豆片，估计尝出来跟 French fries 味道也差不多。哈哈，还不错哎，好吃的，吃肉吧，没有很酸的感觉。蜗牛。巧克力够不够多？哎，不是，巧克力在边上，好吧，它不是均匀的，有的呀，能用巧克力。嗯，很多黄油，好吃的。Scrambled egg with bacon，
然后又送了一堆面包，每一餐都会送很多面包，根本就不吃。然后还有 Conque Madame， 是法国特别的。OK， 让我来。什么豆子在上面蛋糕蛋糕的，包里面有 bacon， 太好吃了。让我再拍一下这个。我们现在就要去卢森堡公园，哈哈，大概走十分钟的样子吧。丽米现在在研究怎么样能够登入那个 OFO， 因为我们在巴黎的街头看到很多 OFO， 还有 Mobike， 而且我们现在主要的那个出行方式就是坐地铁，还有走路，就是暴走巴黎，所以我们在想能不能找自行车来骑一下，代步一下。我们今天起床起得超级早的，5点钟就起来了，然后6:30出门。出门了之后就发现到我们先到了卢森堡公园，然后发现根本就没有开门，他们7:30才开门，然后就只能说走到了花神咖啡店，正好他们7:30早上吃早饭开始。哎，然后就对啊，起太早了，时差没办法，而且现在是我觉得是最难的一个时差吧，比回国还要难到，因为它是9个小时，就是还不是完全的日夜颠倒。看这里有 Angelina，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卢森堡博物馆。 OK，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进到里面。哇， Angelina 是要排长队的吧？我们等会儿可以来吃一下。又要吃？就我们可以吃一个小蛋糕。但是你要走路走掉的呀。OK， 我们这里可以进去。哇，法国人真的很爱跑步。为什么早上，现在不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吗？都在那里狂跑步。我们早上5点多钟、6点多钟出来的时候，也是一堆人围绕着公园跑。那我们就应该骑个摩拜单车。哈哈。公园一般都是大同小异的。哇哇，一堆人在那里跑步，看，他们是在训练吗？这感觉是大家健身的全民健身中心哎，看这个，法国帅哥们，法国中年男子们，哦，打得不错哦，哎呀，没过，感觉法国公园跟中国公园也差不多，就各种人在那里练跳舞啊，这个是。哇，这好像是在练武术。小鸭子，嗨！昨天我们干什么了？为什么垃圾了？昨天我们去了卢浮宫呀，人最多的地方。哇，这是园丁哎，园丁他们在工作。这种花，你看他们的花虽然种的新，那个稀稀疏疏、松松散散的，但是还是很好看，有没有？
还是很好看。这个踢球的好地方。踢球？你这种地方踢球，你不是破坏它吗？去看一下前面的大树，也是修剪的很屌的感觉。哇，修剪的都跟冰棍一样。冰棍有？有一排冰棍什么的。我们在冰箱里面吗？还是那种店里面的那种？一排绿舌头呀，在那边。好烦，绿舌头。绿舌头，你有吃过吗？吃过。就吃吗？到后面就很恶心了，就很色情的一个。色情？为什么？后面就很色情啊。为什么？就你跟你就像你在跟那个放冰在。在那个舌吻的感觉。Oh my god！ 你是在想什么呀？你看，你看，我有二手。哎，我们是要 mobike 吧？小黄车。OK， 我们下面一站就是莎士比亚书店，然后我们要去巴黎圣母院。路上捡到一辆 mobike 单车。哦，看旁边这个药妆店。法国药妆店，我到时候也要来。哇，你是开了 ？Oh my god！ 往后走，那你来骑，我来走吧。哎呀，真的掉链子！这位小哥，他早上九点半已经开始脚疼，我都比他强。每次出去玩都是他在那里掉链子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又是一个。教堂的感觉，哎，他怎么就头也不回就走了？就在右边 ，Shakespeare's Company。哎，会不会又没开门吧？开门了吗？没开门。这是有多早啊，他们怎么都不开门呢？九点半 12 PM， 哎不对 10 AM。 哇，巴黎圣母院九点半，这才是真正人聚集的地方啊。原来我们之前去的这个景点都是小众景点，就不需要排队。排队啊。哦，好看。哇，你看那里面，这感觉没有厕所。你很少上厕所吗？看完这就去上厕所呗。哇，好有 feel。哥特式的建筑风格。刚才骑的摩拜单车，骑了十多分钟，来到了奥赛博物馆。看莫奈的作品，这个队伍也是蜿蜒曲折，够长的呀。排队，某人已经很像那个阿拉伯的人，中东人。不可敌国有没有？我家里有石油好多。好烦。你要挖石油的话，那你可以帮我包下整座博物馆吗？没有，我沙特阿拉伯的人也包不上了。哎呀，狮子精。你说狮身人面像吗？阿拉伯那边都养狮子。真的、啊？没有钱。他们的宠物是狮子吗？对，买菜开兰博基尼。哦，对的。没事，买一条恐龙回去 battle 一下。买到票喽，12块钱一张。可能这个比卢浮宫稍微，标注清楚很多。梵高自画像。哦，这里都是梵高的。梵高。哇。自画像本身。
是终于可以吃饭了，因为晚上要吃大餐，所以我点了一个沙拉，柠檬沙拉。小哥本来想吃粉的，吃不到粉，然后就一直都觉得他去吃法餐肯定又不好吃，然后结果点了一个盖浇饭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法国的蒙马特地区，这里有很多的艺术家，都是在这个区域。看这里，非常有趣的一个街头的作品，是拿一堆 CD， 然后做了一面墙。这里其实有一点像三藩的地形，就是很多台阶。今天天气真的很不巧，非常的热。好，看下地图，我们是不是要往上走？好像是的。哥，我们要往上走。OK， 让我们一气呵成。好热。Finally， 我们好像到了圣心大教堂。对了，教堂底下。哦，原来有这种船，有这种那个 lift， 原来有这种可以坐上来。我看不到爬山了。哇，我已经看到圣心大教堂了，但是我想要先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噔噔噔噔，爬了这么多的电梯，爬了这么多的楼梯，其实是就是为了这样的一幅风景。呼呼，哦耶！我的背后就是圣心大教堂。OK， 咱们继续来爬台阶。哎呀，今天大概爬了个100阶吧。我们是到了一个山上吧？啊？1000阶可以吗？今天的主题就是爬楼梯。Oh my god！ 巴黎的全景，所以说只有够高才能看到这样的美景，好吗？真的是好累呀！我们现在在巴黎歌剧院的台阶上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所以先坐一会儿。小猪猪，什么？你可以走了吗？赶紧逛完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去宾馆。哎呦喂 ！Oh my god！ 走了呀。真的是掉链子的人，最掉链子的就是你。看一下，哇哦 ，beautiful， 哦，好漂亮。今晚有大的影院剧，感觉这里要办什么那个活动。有可能。哇，这种地方办活动吗 ？Oh my god! Look at this! 好好好！天哪！
哦耶，我们是伊森。那狗跟僵尸一样。终于可以走喽，回去喽，休息喽。你不要怼我吗？不要拿镜头怼我行吗？心情不好好吗？心情不好。啊，OK。不要容易。Oh my god， 终于回来了。你干嘛老是看我？你干嘛老是怼我？拍呀！你不能开自己吗？不行。哎呦。哦，昨天还没有那个 room tour。我都脱裤子了，请你不要再。来来这儿，看，这是我们的外面。那房间都是隐蔽式的。哎呦，这个人，开个灯。看，这是我们的浴室，是狭长型的，真的是非常的小。虽然说它这个是比较现代的一个装修，但是真的走廊进来就是床，都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行李箱。然后这个又是一个隐藏的柜子，OK， 终于可以休息了。